一会儿先给你做个针清啊。啊，针清啊，太疼了吧！但是针清是最快的方法。我想你应该不会喝那些不健康的东西。谢谢，但是白水我也不喝。这个点再喝水，明天该肿的没人形了。不至于吧？怎么不至于啊？这是我的原则。那，你都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则？说来听听。那可太多了，戒糖。戒油、戒辣、戒碳水，吃饭五分饱，过午不食。这怎么还戴上口罩了？屋里又没人看你。我这几天可能都得这样了。我看看，还行呢。什么还行啊？就是你对我的友情滤镜。哦，哟，你怎么了这是？慢点，没吃饭，可能有点低血糖吗？这去的我也不能不吃饭呀，吃点甜的呀。我好几年都没有吃过甜的。你喝一口呗。你试一下，一会儿别真晕了。哎，这什么呀？好好喝。还有吗？要不咱歇会儿再吃，你一下吃太多了。你这情况真还挺严重的。你看你这些包上面都是白点，里面全都是脓。一会儿先给你做个针清啊。啊啊，针清啊，太疼了吧？但是针清是最快的方法，你要不得考虑一下。做吧。好。